大家好，我是 Trap 的 O， 欢迎收看 Trap Channel。还没有订阅我们的朋友们，请点赞、分享跟订阅哦。OK， so 有些朋友们买了这个Shopee Seller Summit， 不懂下一步是要做什么了，所以这一集就是要讲关于那个东西了。你买了这个 Shopee Seller Summit 呢？如果你们没有注意到的话，去年 Notification 过后点击 View All， 看了吗？它会在里面的，呢，它就写的我们没有的话，你点击 Shopee Updates。有一个标记叫 Shopee Seller Summit， 讲 Thank you for your purchase， 所以只要点击 Shopee Update 点这个就可以了。你点这个，他就带你进去一个他们填写表格的。这个填写表格的，他就跟你讲哦，记得一张票啊，你可以放一个 email， 两张票就放两个 email， 三张票就放三个 email。因为什么呢？这个 email 哦是 register for 你收到那个连接的，等下你有一个 Zoom 的，所以记得你是不可以用一个 email 哦，够给几个人一起看的，所以它是 individual 的。OK， 好了，过后你就点进去，所以就问你买几张，好像我们买一张，够写下你的这个店名。OK， 你要什么店名你自己写。好 ，example 啦，我是这个店名啊 ，Trap Store 的话啦。OK， 我们就点击 next。给我写下你的什么 email， 这个 email 是拿来 login 进去看的啊， login 进去看的，所以你要记得你要写到很对啊，因为你写错的话，等下那个人的 email 是看不到那个Zoom link 的。 OK， example， OK， but 我不是用这个 email， 所以这个我只给你们 sample， 过你只要按 next 填写表格就可以了，就是这么简单。我要提醒你们的是，你们写你的店名的时候，这个是你的广告费会进去这个店名哦，你的 email 是 register 进去你的 zoom 的哦，所以大家不要写错啊。你可以你的店的那个 email 啊，跟收到 zoom 的 email 可以不一样，但你这个收50块的店啊，就一定要是对的。如果你有很多家店，你打算把那个50块给哪一家店，记得这里就要写那个店了。 OK， 所以我们这集就到这边为止，我们下集见，拜拜。